谁呀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朋友们，你说我姐夫心多大呀？我姐都要早产了，还有空给我发微信呢？你直接打过来不就完了吗？喂，姐夫，我都到你家门口了。哎呀，你交代的事儿，哎呀，你就放心得了。我知道，我的妈呀，你家咋这么乱呢？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哎呀，这今儿个早市鸡蛋是一斤便宜一毛钱，我大早上就排队去了，算了仨钟头，排到了，钱没带。哎呀，这脑袋记性啊，玩玩的喽。哎呀哈，这怎么还有个比我脑袋还臭的呢？啊，这个门也锁上了，怎么钥匙怎么还不拿走呢？那个有人没？这也忒大意了啊！人走了，那家就扔了。这你是来一个小偷，照个乱七八糟的，大过年的可咋整？这是，得了，我呀给他收支备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！谁？喂，别催了，别催了！我知道啊，我不比你还着急吗？钱我啊，我拿着了，拿着了，拿着了。坏了，嗯，真进小偷了。行，这钱都偷完了，这是啊。好，我知道。啊，哎呦，我说，哎呀，你交代的事儿你就放心得了呗，就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呢，真着笑。你等着得了，我比你还着急呢啊！这收入还不小呢，这一看呢，这是啊。哎呀！哎，不行，我得，不是，我得报警，这得呀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那个警察呀，快点的，我们家邻居呀进小偷了，现在让我锁屋了啊。那个地址是和谐小区3号楼8号，萨拉的，赶紧来。不是，啊、哎，我说门口那同志啊，您把门给我开开，我这着急有事儿呢。行，你放心吧。我肯定会照顾好我自个儿啊！不啊，不是，稳住他呀！行行行，稳住！哎，不是啥情况啊？这是啊，我这着急有事儿呢。你着急嚣张去吧？我嚣什么张啊？我稳住！对对对对，那个里边人给我听着啊！哎，给我眯着啊！哎，不，我跟你说，你呀最好是保持冷静啊，你得保持沉默。你就别吱声了，因为啥呢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成为那个那叫什么啊？就成堂证供。哎呀，是吧？我哎，我说门口那老头儿啊，你在那跟我装什么谈判专家呀？就一个人，你包围谁去？还团团的，赶紧把门给我开开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是自个儿，我还有个鸡蛋筐呢，我。哎，不是，我身后还有这个千千万万个善良的群众。希望你不要自绝于人民。不，多大个事儿，我还得死，我还得呀啊！你还别跟我污了啊！哎，牛哄呢你？不是，我跟您说，我给你整上网上去。哎，然后吧，我让大家都给你点赞。这事儿还点赞呢？哦，不是不是，那个批判呐，批判。批什么判？直接人肉我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对，人肉你也对。哎呀，我怎么还给他提这个醒？然后吧，我在那个给你编点那乱七八糟的那个，那叫什么文那叫？哎哎哎，那个带那个烂脚针那个针啥怎么针什么针？匪吧？匪文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哎、不是，大叔啊，我跟您说呀，您那个钥匙它是我的。这钥匙是你的呀？对对对。那你是这家的吗？不是啊。啊哈哈，你是先偷的钥匙啊？对。我偷什么钥匙啊我呀？我就这么跟您说吧、啊，这家是我姐家，我姐今儿不在家，她就让我来她家了。你说我来她家，她家不就等于是我家吗？你明白不？啊，明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说我孙子家呢，我谁呢？现在倒卖私人信息的太多了，谁的买不着啊？大叔啊，嗯、我拜托您从这门禁您看看我啊。你看我长得是不是一张非常可爱的、非常清纯的，而且还萌萌的脸呢？狐狸精的脸吧？我的外边我看着里边了吗？大叔啊，我怎么就跟您说不明白了呢？我姐姐今天早产，我是回家取东西来的，那家里人都在医院都等，都等的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了。
别人裁的挺细呀、啊，人家生孩子都知道是吧？哎呀，您别说了、我听明白了，您现在是彻彻底底把我当成小偷了是吧？嗯呐。那我送你俩证吧。嗯，任性。我任性，我没钱，我呀就是有责任心。还责任心？嗯嗯。越着急越有事儿。喂，东西拿完了，我这不刚要出去被一老头给我锁屋里了吗？那你就来一趟呗。咋的？从窗户走，八楼啊！从窗户走我就真走了。这是掉人了，这是。不行啊，掉人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得稳住他。哎，别急，姑娘。能不急吗？不是，你就当高速堵车行不？啊？啥玩意儿啊？那玩意儿能一样吗？不是，要不姑娘啊，我陪你唠会嗑啊。唠啥唠啊？那个大叔啊，以前在单位呀、啊，那可是有名的知心大叔，是吧？来，姑娘啊，上学没？上学没？啊，我跟您说，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。啊，你这行业都能学到本科啊？那可不咋。哎，我不是小偷。啊，那个有工作没？没有。现在呀，你找个正经八本的工作，那才是正道啊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是能给我找着工作是咋的？那你说上，你要想找什么样的工作，大叔帮帮你。您帮我呀？啊，我要求不高，就啊、能按月发工资，完了啊再给我分到大房子啥的，那就中了。那没问题，警察来呀你就去。你这老头儿，你是想咋地吧？你是啊？不是我说您啊大叔、你说你这把警察给招来了，你说我到时候是不是得录口供啊？是不是得做笔录啊？你再整俩证人啥的，我这一天全搭你这儿了，我家里边还有事儿呢。门清啊，不是第一次了吧？咋不是第一次呢？说漏嘴了吧？哎呀，我都让您给我弄糊涂了。哎，哎大叔，我这回能证明这是我姐姐家了。拿什么证明？我有照片，您等着。照片。大叔、大叔、你把这门啊给我签个缝来。没缝。没缝。你唰就撩了，我上哪儿撵你去？我往哪撩啊？你不把门给我签个缝，我能让你看着照片吗？那你怎么保证你不撩啊？我拿我老家姓保证。拿你老家。哎呀，这个孩子，行。大叔啊，先信你一次。哎，求求你了。哎呀，不许撩啊！好嘞，好嘞。你要撩了，你罪加一等。是。哎，判你个十年八年的。是是是。你出来都搞不着对象。大叔。您看看。哎呦。这是我姐吧？这是女的。这个是我姐夫不？还真是这两口子，这是。那我就是了嘛、对吧？这里哪有你呀、大叔啊，结婚照上能有我吗？那咋证明你是这家人呢？那我就，你等着。哎呀，这老头啊，忒精。来，大叔，你看看，这是我跟我姐姐的合照，这里边是我的身份证，还有我驾驶证，你看是不是一个人？萌萌的。PS 了吧？P 什么 S 呀？你看哪个小偷出来偷东西，还带着证件，还带照片的呀？也是，是一个人。他就是一个人嘛。给呢，大叔。哎，来，您进来，您看看、哎，我姐姐今天生孩子，你看我这不回家给她取东西来了吗？这事儿闹的，差点把你事儿耽误了。不过大叔，我还真佩服你。赶明儿我非给您送面锦旗，您老啊太认真，太负责了。你说对了，现在呀都说这人心冷漠、我老头就不信。是，你说哪有遇到困难不帮的道理呀？尤其这邻里邻居的、更得帮。是，嗯。大叔，你看、您站半天，当半天那个什么叫什么？哎，谈判专家。哎，对，谈判专家，您老也累了，来，坐这歇会儿。我姐家有点乱。哎呀，没事。嗯。大叔，我是有名的整理控。这样吧，你着急赶紧走，大叔我帮你收拾啊。那我就谢谢您了。哎呀，去吧。太好了，大叔啊，您这人呐太好了，我给你。哎呀，等等，姑娘啊。啊。可别忘了啊，在走的时候啊，门锁上，钥匙拿走。放心，
放心啊，我这次我必须长记性了。我嘿，学的倒快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对呀，姑娘啊，你是不是把我锁屋了？哎，哎呀，姑娘啊，姑娘，我鸡蛋壳还在外边呢，姑娘。